现在继续看。继续，不要再搞我了，不要再搞我了。哦，应该稳定了吧？看起来是稳定。一服して元気が戻ったところだ。どうだい？箱根を越えてさ。自己的频道看到我自己在转圈圈了，能的。日本一高い富士山。完全走错边，哎呦，突然变成真妹形态了，天哪！どうじゃ旦那様、せっかくの婚約じゃし、こういうのも好きかもしれんと、うちでの小槌で大きくなってみたぞ。バカ野郎、男をからかうもんじゃねえよ。いいね。いいね、いいね、いいね。どうじゃ旦那様、せっかくの婚約じゃし、こういうのも好きかもしれんと。画面都会有不同的那个混浴效果，还是蛮好笑的。看到好画面了，好画面的时候就是我要来去抽烟了，先让他跑一下，看他能不能顺呢。男角爱撒娇呢，真的。OK， 我想说，干怎么没有变成成人版的这个画面，太可惜。哦，还是有交代的，真的。后来。那我先休息一下，去抽根烟，好吗？走吧，走吧，来。好，我再看看画面。我现在不知道哎，我的电脑居然自己看退去，自己是转圈圈。如果你们看得到就 OK 了，我看不到我没啥，你们能看到，我自己再想办法。OK， 好。去抽根烟一下哈。
写实化你的感性。九九四季銀玉が2008年，奥古里润，真的他主演英文哦，看马吉，稍微休息一下，我吃个西瓜好了。我不知道刚刚那个状况是怎样的，但是造成了我的困扰，好不好？也造成各位困扰，跟大家说抱歉了。夏天就要吃一下西瓜。哎，郭沫讲你已经到家了，是不是？这么快？好，你看，我跟你说还没有过来。男をからかうもんじゃねえや。好，行行。这一边看起来的那个饱足感比较够啊，好像就是比较地图比较长嘛。我边走啊边练等。其实我已经超过地图的范围了，走错边了，在伊豆的事情。该出生梗加酒、okay、秘法心眼，所以你只能够用一个而已，三个而已，都加了，一加二，一加一，这个没有，一加。行きましょう。
试一下。蜡烛树的 HP 不是时间限制，没血就刷败了。这是血量哦，他没有血之后按那个方向键的下就可以补血。我现在有点半练等的状态，把一些技能补回来，没有素材，刚刚要买一些素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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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我们这些小鸟。好，前往伊豆，刚绕一大圈了。熊本刚又地震，真假的？大丈夫，几级地震？
靠，对面的敌人变强了，变大鬼了。自动拍掉掉，靠！敌人有强啊！巨大化，超可爱的，好吧？我们没有拿到素材，不能往下升了。够高，敢没得？没呀！快点，我刚刚先补血一下。存档出现了，又不是哦，增加大量的 HP， 是吧？经验值，我这有分了。
OK。八七三九七。对哦，吃东西可以拿到力，我都忘记。奈诺旋转啊，晕了晕了。哎，进场完的。啊 ，shit！ 要吃的。在捡到人手，武器很容易爆破。他靠背。哦，不去呢。看，居然是好强的珠子啊！好强的珠子啊！天哪！都被这珠子弄死了。啊！哦，声音太大了是吧？调小一点点。嗨，国建，晚安的。没关系啊，因为这游戏我也没什么在讲话。地吧，上面这个下面的下面的。啊！哎，还可以撑，看能不能撑到刚好升起，就可以省掉一个。这不是金太郎，这个是鬼太郎啊，不是，这是鬼的小孩，很可爱哦。今天我们一样直播龙村镇的 DLC， 我们的小影女帝原路怪奇谈的。这一天可能比较长。玛瑙之勾玉。欢乐汤。好。风天风车。后面的生气就不太够了。
哎，阿瑞晚安，阿瑞国建，你都回来了。好，下一个目的地好像就到了，先去上面看看。Yeah， 捡宝。八尺龙首。好用吗？哇，力加六，就是你了。阿可，阿瑞说你都没想念他。阿瑞，我也好想念你哦，想念每个人，好不好？哎、欸，这几天你们打怪打辛苦了哈，这应该整个会场在那边跟玩家对打，这个非常耗心机。你看我七点开始直播到现在，快两个钟头还没破，表示这游戏真的，应该说这一关还有点长哦。全场都在还阿多肯，只有阿哥献吻，靠背哦。跟我讲不要在脑内部玩，好吗？好，太够。好，存档，感觉要打王了，应该是王了吧。娘にまた狭い袋に押し込まれ、こう含んだりからぶん回されながら戻ってきたってわけだ。哈，真是的，我在那边鬼娘把我放在这狭小的这袋子里头，把它关在里头。我们从贾府这边一直绕啊绕啊，终于绕到这边来了。喋喋太夫，这算是异迹吧？本に愉快な主様じゃないな。看起来你好像感觉非常的愉快呀、啊，ここへ逃げ込んで避難したか。所以你才趁空档的时候赶快逃到这个地方来吗？看这应该又是妖怪了。信じちゃいねえだ。唉，你一定不会相信。それにしてもこんな山の中に豪勢な遊び場があるなんざ、数の俺様でも知らなかったぜ。那我非常惊讶，就是在这种山里头，居然我有这么豪华可以享乐的地方。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的，干，这一定又是个鬼啊！その上、一番人気の花魁が馴染みでもねえ俺と座敷の払いを立て替えてまで初回から年頃だ。どういう風が吹きました？我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机会坐在人家的那个大腿上面啊！到底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哈！まあ、それを言わせる憎らしい人。まるで芝居のスケロクのよう。二世までもと惚れた弱み、わちきが全部面倒を見るわいな。这说话真是太见外了，你有像是这个知居的助六一样啊！如果你这么喜欢的话，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哦。とはいえ、ひっきりなしにお呼びのかかるおいらんが独り占めじゃ。お前も馴染みの客に合わす感があるめ。行ってきな。不过这么说呢，你照理说你也是这个花魁子，可不能让你一个人独占而已啊。所以我也会找我的一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到时候来光顾你的店啊。哈哈哈哈哈哈！客人你还真是给面子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好好的招待你一番喽。哦，行行。
OK， 没问题。俺は焼き餅で困らせるような野暮じゃねえ。我是不会。ここでチビチビやって待ってるからや。我会好好来这边等你的。干，这个花牌一定就是怪，一定就是那个伸长脖子的怪之类的。あれ、もういいね。啊，已经走了。さあかい、さあかい、そんなに惚れたか。原来如此。俺も罪な男だね。这么样子的。对我那么着迷，我还真是个罪恶的男人呢、啊嗯。如果是当个这个逃软犯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我啊。嗯，なんだこの糸は。哦，蜘蛛精。蜘蛛精的时候，他们，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很大的这个蜘蛛丝黏住恍然动作啊？旦那様、早よ逃げろ。老公，你赶快跑。なんだ。空耳か？为什么会有空耳？あいつの声が聞こえたような。我怎么好像在耳边听到了这个小鬼女的声音呢？これはなんだ？这是什么味道？いつもにでかい雲の巣が。就变成一个超级大的蜘蛛巢啊！好，这关就是蜘蛛精，看起来是蜘蛛精。蜘蛛精被绑住了，要用主角打吗？やっぱりラジャじゃないか。这不是螺旋吗？你还好吧？山の松の木全部探してきたわ。刚刚到山里把所有的松木都找过了，就是没有找到任何的灵魂呢、啊。風で飛んだのかな？可能是被风吹走了吧。真抱歉。どこまで間抜けなんだ？お前は。你这个人要认真到什么程度？居然为了我。殺した魂なんぞ探してやがったのか。为了我做这些这么夸张的事情去找这些灵魂。好，鬼怪被抓住了，干！蜘蛛精来了，蜘蛛精！哎，太爷，哎，太夫，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七福神の宝を網にかけるための。这是为了把七福神把用网子给网住。もはや動けぬ鬼娘。就把你当成餌の役目も終わりであり。看，这年的鬼娘很快就会变成死掉喽。形勢の誠と四角い月にはお目にかかれねえってやつか。原来就是不要跟你扯上关系一样，这是倾城之倾城的代价。文不相応の良い目を見て、メイドの土産には十分でござんしょう。照你这样子的话，这送给你当做这个前往冥府的土产也够了。对啊，而且这种倾城片刻的事情，我已经早就习惯了。OK， 好看他如何变身帝都家。阿格林后日本大胃王吗？你都喜欢这女生，大胃王女生，大胃王女生超会吃的。不好好的整理，看你要不能够让你。雨にかけんした。娘はわつきの毒牙にやられ、毒が回って息も絶え絶え。就像你知道了，你的老婆已经被这个蜘蛛丝给绑住，而且被有毒牙咬到，全身都已经充满了毒素，就快要挂了。哦，都变身了！哎、啊、干！哦，其实还蛮好看的，蜘蛛精设计还不错。恐ろしい姿じゃ！超级可怕的样子啊！那两个侍卫，这个一定随便了，是那蜘蛛头。おや、そりゃ神仙の桃ではありませんか？福禄寿就是的不老不死的桃子。七福神の宝じゃわいな。七福神的宝物。这蜘蛛我可以，秦光秘还真是随性啊！そうかい、驚いたな。想到我的袖子里面的桃子，不过我真的吓一跳。不过呢，这桃子我是不会让给你的。今はの極まで強がるそのお言葉。到这种田地你还嘴硬？仮初めの情も今宵限り、せめて枕を並べたなか、主様から食わせてください。我就让你在我的这个竹枕旁边。让我把你给吃了吧！拉下，口開けろ！多谢，快张开嘴巴！新鮮の桃はどんな病も立ちどころに治すと聞いたぜ。神仙的桃子是可以治百病的。这个蜘蛛毒吃的应该是不可能不会有效的，应该是有用的。叮 ，Power Up！ 神仙之桃 ，Power Up 的，好，进入战斗，蜘蛛精。错不？我不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那么打下去。刚刚有一定程度的升级，我应该不会太难吧？该不会这个打完就已经破台了吗？如果看那个长度来讲，搞不好这是最后一关了。
神剑桃也拿到了。看来练的是有用，快换武器，有点危险了。旋转回旋金棒，啪！继续转，打不来。对，多打几下。有机会就快点了。继续。旋转，金棒防护罩。我靠，被抓了。旋转金棒，等一下，火焰斗球棒，啊！定时状态，快打！啊，不对！啊，不对！啊，靠背，吴雪，好！啊呀，背啊背啊背背背背背！换武器，换武器，有点危险，危险，危险！这蜘蛛除了 Halo， 靠背了。我看要组那个超级大白色的，很危险的。啊不来，啊不来！呀、yeah! ！冲了，冲了，冲了！无人很讨厌，无人打不死。啊，不打不打不打，武器还没换，还没换还没换，深度深度。那、啊、他待的位置很讨厌。哎干，不要咬我！変身ちょっと大きい鬼にします。あ、おらおらおら、いやー、マジだ、お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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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把你打爆。変身、打人、打人模式。发现，快补血。哎、欸，我赢了吗？还没，还没。等一下，道具补血，治疗完回复完各一颗，只剩这个而已了。小补啊！快点武器，快换，快掉了。好。好，那攻击变超强，大鬼好像不太适打，这确实真的。大鬼模式还不能用啊，危机状态才能用、啊。哇，武器又快坏了，快坏了，很恐怖。啊 shit， 快换，快换。最后几只，哎干！我看这一咬的好痛哦。按下回复生命。阿霞，是。啊不对。
干掉蜘蛛了。嗯，屋敷と思ったのは山の中の蜘蛛の巣だったのか。这个房子原来是山中的。俺もあそこでぐるぐる巻きでぶら下がってた。就是跟你扯上关系之后，我就遇到一堆有的没有的事情，都是你害的。おい、どうした？おい、你怎么了？またどこか怪我でもしたのか？哪里受伤了吗？ほら、桃を食ってしまった。我刚刚把桃子吃掉了。七つの宝はもうそろわん。七个宝物我已经没有办法凑齐了。親父様、許してくれ。爸爸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ほら、もう帰るところがね。我已经没有地方回去了。哭哭了。なんでなんで。好きだなんだ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俺様を解消の人決めつけてやがるな。这个问题都很想问。馬鹿にすんじゃねえぞ。お前一人食わせていくぐらいヘでもねえ。一个人吃掉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ボイさん、おはんです。ほら、一緒にいてもいいのけ？那你是说我们也可以跟你一起？嫌になって逃げたんじゃねえのけ？一起走吗？我的事情你不会讨厌我还是逃避我吗？干，跟我回家。お前みてえなとんでもねえのほっといたら。好可爱吼。あちこち迷惑かかっちまう。白痴啊！我这样怎么可能把你放着不管？我总不能这样放着你不管吧？没办法啊，只好我照顾你了。没事，跟我讲也会养你。老公吗？老公。过来。我的鼻水能用着呢。不要用我身体擦你的鼻水啊！嗯，你现在蛮白痴的。开吧。一緒にいたいなら、我来教他。跟我在一起哦。もう俺を袋に入れるな、なしにして。拜托你不要再把我丢到我的袋子里头了。勢いに流されちまったが、まずかったか。突然間に流しちゃう。まあ、こいつも泣き止んだし。不过、こまけこだ。今は也没有再哭了。想说算了吧。布局台会转，可能要问一下哦，我也不知道。言った通り。重开一下浏览器。哦，意思就是刚刚那个七福神之一的阿贝。阿贝，就是你。てめえはあん時の駅舎。就是那个时候的意思。あの変な占いのせいで、こっちはひでえ目にあったんだぜ。占卜还有遇到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告诉我你要怎么赔偿我。教えてやったのに。選んだのはどれじゃろうか。我已经告诉你问题了，但是到底是谁选择这条路？わしの桃も役に立ったじゃろう。不过你也别那么生气啊，我的桃子应该很管用吧？桃って。あれは七福神の。那不是七福神的。するってとあんた。如果是这样说，你就是你是七福神吗？七福神的这是什么？胡子好长的神。Yeah。哟，变身他是神仙哦！我靠，福禄寿没错，这个头好好笑。まだ随分。为什么那么猥亵的头？頭にコブができておるぞ。福禄寿様じゃねえけ。え、真的是福禄寿。俺を探してきてくれただか。你不是福禄寿吗？你是来找我的吗？わしだけではない。ようやく皆を連れてきた。好吧，我已经把大家都带过来了。七福神全部到齐，是不是？有诶，有设定，但是有设定，但是没有关卡。エビスに大国だ。会比送大黑天？十老神か？这不是送老人？天天に陛下門天も。以及陛下门天，陛下门天。我要たまげた。本物の福の神かよ。哇塞，真正的福神啊！七福神，1、2、1、2、3、4、5、6、7，真的是七福神呢。もしも十分反省した様子。我想你应该也一緒に炎王の元へ帰らぬか。你要不要一起回到炎王那边呢？跟那个小罗刹流血鬼。怒っておられる。但是这样的话，爸爸他一定会生气的。皆の前で怒鳴りつけた手前、引っ込みがつかんのじゃろ。一定会生气的。本当は目に入れても痛くない。不管是怎样的话，你还是他所爱的。炎王もため息ばかりじゃ。所以呢，阎王他也是因为担心你，每天都在叹气呢。本当か？真的吗？でも。可是まだ宝があと3つ还有三个宝物还没有找到，而且桃子我已经被我吃掉了。なに、桃はまたなる。気にするでない。桃子还会再长出来。他のうせものもまた移るべくして移る。东西不见的话，一定还会再找回来的。地獄の鬼らがお主と宝を探すよう命じられておってな。地獄は手が足らず。
猿翁も困り果てておる。戻ってやるたやい。从这个地狱的鬼当中跑出来，被命令来这边搜寻这些宝物。嗯，但是是因为地狱那边的人手不足，所以魔王也，阎王也因为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对你不好意思，所以希望你能够赶快回来哟。清吉，ラジャキが世話になった。連れて行ってくまわんかね。魔血鬼也受你报，受你的帮助很多了，所以。你带他走也没有关系的。それは親子仲直りできるならそれが一番じゃないか。他们这个，なんで俺が引き止めにゃならない。父女能够和好的话呢，我觉得是无所谓。但是为什么要由我来帮个忙？ほら、親父様に謝ってすぐに戻ってくる。我想要，我去跟我的爸爸道个歉，我到时候再回来。所以，拜托你等我。俺のことは気にすんな。我的事情就不用太在意了。親父さんと仲直りしな。和你父亲和好吧。地獄の閻魔に許されるなんて、俺も一つあやかりてぜ。对啊，我曾经过地狱的阎魔是没有办法，就是原谅你的。コツコツと真面目に生きてみよ、清吉。それができるなら、生活下去にも福は来る。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招来幸福的。でも見ておるぞ。我会在。天上一直看着你的咯，这果然是童话与神话故事。拜拜。OK。哎，什么？走掉了。七福神和阎魔。七福神和阎魔様か。这些事情如果跟别的朋友讲，人家一定会笑死我。笑い話にもならない。神様が見てんじゃしょうがね。我老天爷在看，女もしばらくはゴリゴリだし。而且女孩子，我想暂时也不会再碰。好看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做人比较好吧。嗯，应该是破财的。毎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今天谢谢光临。那个回去的时候请注意喽。认真工作。お前の歌詞人気上々じゃねえか。喂，你家的卖的あちこち回ってきたが、非常受欢迎。これほどうめえ饅頭にゃお目にかかったことがねえ。而且我上眼看没有看过这么好吃的馒头啊，真的是。いくらおだてても今日はおまけは出ねえよ、熊の旦那。不管你再怎么煽动我，今天也不会算你便宜的，这个熊老大。違わな。不是啦，我想说你也变得非常，非常有档次的啊。而且你继承了这个，你继承了这个，非常有档次的啊。而且你继承了这个，你的爷爷的店，看，哎，爷爷的那个，哎，不是啊，爷爷的那个，哎，不是啊，爷爷的店，看，哎，爷爷的那个，哎，不是啊，而且店里面的言谈的有来谈这个婚事，是不是也很顺利啊？是不是？その話か。这件事情呢？放蕩者の俺をわざわざ見込んで世話してくれた親父さんだ。これがなかなか無限には断りにくくってな。常常照顾我的这个放荡家的家伙，这个青爷其实也是非常为难的。相手は茶屋の地蔵堂の娘と聞いたぜ。我听说这个是茶果堂の娘といや相当の器量よしだ。地藏堂的女儿听说是非常有气量啊，你真的能够拒绝吗？それなんだ。这个嘛，我ちらっと見てきたが、確かにいい女だ。这女生其实还不错呀，但是呢，我实在是有点伤脑筋。我实在是工作啊，实在是忙到有点走不开呢。贅沢な悩みだぜ。そろそろおめえはあちこちの娘にちょっかい出すのをやめて落ち着くのがいいや。烦恼啊。对啊，你差不多也应该稳定下来，找个好的女孩子娶下来才对吧？八の野郎なんて。嫁をもらったらだらしなく鼻の下が伸びて、せがれが生まれたら目尻まで垂れちまった。幸せそうだぜ。开始以后，他发现他就眼垂是下垂，而且看起来一副很幸福的样子。やそ八の旦那か。あ、でも熊の旦那は一人じゃないですか。阿贝吗？不过这个熊大，你是一个人吗？バカ野郎、俺んとこにはそんな話は来ねんだよ。我身上才不会有这种婚事言谈呢。如果有的话，如果你不要的话，那我就接收了。いやいや、人に譲るとなりゃ惜しいんだが。如果把他让给别人，再有点可惜。他の女と大っぴらに遊べなくなるのは考えものだ。どうしたもんか。そうですね。还在思考。那个鬼娘会不会？出嫁了耶！哎，这是小女生，好可爱啊！
かわいいね。なんで？あ、出家了。おお、清吉の嫁が来た。清吉的花山行列じゃすごいな。这不是清吉的那个老婆吗？而且这个结婚的行，这个什么的干嘛？突然缺词。这派头实在是非常大啊！哦，可爱呢。これが花嫁さんか。这个就是新娘吗？啊，好漂亮哦！好漂亮哦！断りをだらだらと先延ばしにするうちについにこの日に。そう、やっぱり早まったか。慢慢今からでも逃げるべきか。拖了太久，没想到居然这一天就老了。早知道应该要早一点点告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趁现在是不是要赶快逃走比较好。清吉，列队，お嫁さん別品じゃ、綺麗じゃったぞ、感動様じゃ。别冰就是别冰，就是指美女的意思。别冰山就是别冰，就是漂亮的，很正的意思。不过这是古语哈，别冰就是别冰的意思，而且是很漂亮，长得像观音一样哦。そう聞けば手をつけずに逃げるのはもったいない。的确是放手不离的话，女一人に縛られては。不过どちらも男の差がじゃ。要被一个女孩子绑在。被绑住的话，不管是男的男的，都会觉得伤脑筋的吧？是的。真，我结婚了耶。この場に至って初めて実感が湧いてきた。来到这个地方，女房なんざ持つのは早かった。开始感受到了真正的实际感觉。言い訳して断るしか。早知道应该娶老婆就要早一点，从现在再怎么样，我都没有办法拒绝。みんなすまない聞いてくれ。大家不好意思、ここまで来てなんだが、やっぱりこの縁組は大家都已经跑到这里来了。不过呢、許してくれ。有关于这次的婚事，我觉得还是没办法。麻烦请原谅我。俺にはその我的话呢，其实実は夫婦になろうと約束した娘がいるんだ。这个已经親父さんには言い出しづらくてな。谈婚事的这个，いや本当にすまない。未婚妻，所以。青爷真的很抱歉，非常抱歉。旦那様はオラのこと忘れてなかっただな。哎，好可爱哟。忘れておれば今宵不思議でギタギタにしてやろうと思っておったな。老公，你好像忘记了事情哦。不过今天的地方的话，应该是不会忘记有我的，应该不会把我给忘了吧？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哦。お前は你到底是？その目音の約束した鬼娘じゃ。我就是跟你约定要结婚的鬼娘啊。角隠しとお城でわからないのか？オラももう子供じゃねえものな。用白粉。你知道了吗？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哦，他长大了是吧？そういえばその顔。对啊，你这个脸。面影が。哦，你是罗旋吗？ラジャか。今は地蔵堂の跡取り娘。现在我是地藏堂的女兒，的的女儿，我是阿福。哦。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这到底怎么回事？なんでお前が菓子屋の娘なんかやってやるんだ？我的女儿啊。マットレと言ったじゃろ。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要等我了吗？黒クジ様の見込み通り。就像旦那様も真面目に働いてるので、ほら許しをもらってこっちに住んどる。就是那个老公，你有认真的工作，所以就原谅了我，让我住在这里喽。服は着たらつな、お前のことかよ。不露少说未来的事。雲の落ちでももう少しマシだ。未来的事，你的意思？早知道就应该告诉，早一点告诉我。嗯，待てよ。哎，等等。その許しもらったってのは親父さんに。父原谅你是说，是说你父亲原谅你了吗？その通り。没错，我靠。マナ娘の晴れ姿。靠，这个就是天地の底よりこうして姿を変え参じた。娘を泣かすようなことあらば、向こうで特別にもてなしてくれよ。没错，因为就是我的可爱的女儿，就是变成我特地从弟弟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女儿哭着要我来这边提亲，所以我特别来找你。閻魔の。你是閻魔王。なんだかよくわかんねえが、その人が清吉の思い人なら何の問題もねえじゃねえか。这个人是清吉一直想念的人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是吧，青爷？閻魔王超帅的。ちゃんと座れ旦那様。式はまだ途中じゃ。老公，赶快坐下，我们现在仪式还在举办当中呢。
他的香水真香啊，是什么东西？哎、欸，好，就轻骑就，好，结论就是他娶了一个阎罗王的女儿。地蔵老人の恋にし、店を継いだ清吉。地震堂的入赘到这个变得清奇。浮気の虫が出てはその度女房を服に金棒で張り倒されます。就是为了喧嘩の絶えぬ夫婦ではありましたが、塵に敷かれながらもまんざらでもなかったようで、二人はいつも一緒だったと聞きます。好像感觉是他们结了婚以后，好像还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还是有偷吃。然后被他老婆用那个金棒被打。然后后来慢慢他们其实是要小吵架，但是后来他们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过得幸福快乐、平静的生活。清吉の作った饅頭は今でも人気で、生地に混ぜた角切りのさつまいもがゴツゴツと金棒に見えるところから鬼饅頭と呼ばれています。さて、これにてお話はおしまいですが、この手の昔話ならば、くくりはこうでなくては格好がつきません。二人はいつまでも幸せに暮らしましたとさ。所以他们两个就会好好的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哦，这就是以上这个《原路怪奇谈》脚印你地狱的最后结局。OK， 耶、yeah ！好，现在十点钟，十点钟是照我们平常是直播时间，十点刚好破台。好。我没得带。我们今天这个《原路怪奇谈》，这个算是不破关不关台啊、哦，完成了这个任务，不错，好不好？童话故事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下礼拜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片，我再找一些旧片来打、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来看看这样啊。哦又完成了一款不破关不破台。鬼饅頭，还有鬼馒头也是有这个由来的，对不对？哦，大家都是去拍妹，好不好？看明星当然是不错了。好，这个《原路怪奇谈》其实还有两话，但是那两话呢？我之前是已经有破过，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还是可以找时间来玩，跟大家分享的。对啊，本片的话，我觉得这个龙村镇其实是不错玩的。像跟我讲，你应该可以去买一下。对啊，你 DLC 就看我的就好了。但是正片的话，我觉得要打一下比较好。OK， DLC 我记得一篇是要卖180左右，所以你如果要买四篇的话，就要快七八百块。但是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部作品的，所以其实也蛮推荐的。而且全新现在龙村镇应该不会很贵吧，应该是蛮便宜的，几百块就会有，对、啊、而且还蛮值得收藏。我是直接买下载版的，所以我玩的整个包里面都是下载的，我是没有实体片，所以是没差。哎 ，Fabernate 商，空邦蛙，我们已经破台了。嗯详细的话可以看一下重播了哈，这游戏。直播与神转身，我没有这一片游戏，没有那个小披萨。龙村镇有实体片啊，有啊 ，PSV 有啊 ，Animas 有。你随便找，现在很多的 Best 应该都有，好不好？我记得没错的话，不用1000块，应该七八百就有。哎哎，郭建，请说，你要建议什么？如果是好，可以啊。YouTube 的影片分类可以稍微分析一点嘛？我其实是想分的，但是我在没时间搞这些东西。我有时间，我慢慢再切。对啊，比如说他是。什么不破关不关台的啊，还有一系列有到破台的那一种，稍微切分一下、哦、我有时间我到时候弄一下、嗯、
这里面好笑的，这是幸福的亲戚，所以这是一边这个童话还蛮搞笑的。上次忍者那一篇比较看起来比较稍微忧郁一点。好，国建，我有空我再整理。干，真的超僵了。可是 DLC 的关卡都很少，所以，我麻烦这家公司看能不能出个合集，好不好？把 DLC 变成一个片子，我要买回来收藏。哎呦，别了！好，这个。今天是六月十二号哦，也是我们端午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很残酷的，明天各位要去上班了。所以呢，希望今天可以借由这个原路怪奇谈脚引地狱的破台，欢乐的带给今天所有观众欢乐的一天。OK， 有熊又穿肚兜拿斧头，真是像金泰啊，真的超像的。但是他变到那个巨大大鬼的状态，根本就是九九冒险野狼。主角是女生的是哦，老婆生日要来吃蛋糕哦，小 B 老婆生日哦，帮我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好，我发现现在网络又开始不稳了，非常的好，还好我已经过台。